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明星齐聚，肖战缺席，王一博、王鹤棣、程毅、龚俊、杨紫、迪丽热巴等助阵。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向来是娱乐圈的焦点之一，每年都会邀请众多明星助阵，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。今年也不例外。据悉，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将邀请王一博、王鹤棣、程毅、龚俊、杨紫、迪丽热巴等明星齐聚一堂，为观众献上一场难忘的跨年盛宴。然而，据最新消息，因种种原因，肖战未能参加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观众们也不必太过失落，因为此次晚会仍有许多明星助阵，其中不乏一线艺人。王一博是一位全能艺人，不仅在演艺方面有出色的表现，还拥有出色的舞蹈和歌唱实力，他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。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必将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王鹤棣也是一位备受欢迎的年轻演员，凭借着《苍兰诀》《以爱为营》等作品在娱乐圈崭露头角，他的阳光形象和活力四溢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喜爱。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王鹤棣也将展现出他的多才多艺和独特魅力。程毅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，凭借在《沉香如屑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中的出色表现获得广泛关注，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。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程毅也将展现出他的独特魅力。龚俊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，因出演《山河令》《我要你逆风去》而走红，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认可。此次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龚俊也将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。杨紫和迪丽热巴两位当红小花旦也将参加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。杨紫凭借多部热播剧积累了大量粉丝，迪丽热巴则以她的美貌和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他们的到来无疑将为晚会增添更多的看点。尽管肖战此次未能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但其他明星的助阵也足以让观众们期待不已。届时，观众们可以欣赏到王一博的舞蹈和歌声，王鹤棣的阳光形象，程毅的演技，龚俊的精彩表演，以及杨紫和迪丽热巴的美貌和演技。此外，据悉此次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还将采用创新科技手段，打造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。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到明星们的表演，还可以参与到互动环节中，共同为新的一年倒计时。总之，今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依然备受瞩目。虽然肖战因故缺席，但其他明星的助阵也足以让观众们期待不已。届时，观众们可以欣赏到众多明星的精彩表演，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